一名男子骑着机车准备起步，就被后头远警拦截下来。只见男子当下还没拿出身份证，马上就被认出有案底在身。只见男子慌慌张张，不断说自己身上没有东西，想要躲避查缉。来看一段当时画面。你多条你啊，我唔惊嘛，客。我唔惊，客客客。你知你怎么想身份嘛？哎，我知啊，冇啦，冇唔惊啦。看埋看埋，客出来客出来。哦，听客过啊。人家客出来看。你讲咁乜嘢话呢？哦，我找你找偌久诶？你案件结束了吗？什么案件？来问你啊。你个钱拢叫要等我呢啦，你拢叫要找我呢。我拢伫路咧巡啦，我看你当时要出现啦。好啦，等下处理啦，你通知吧，你就等下处理。原来男子跟远景竟是狭路相逢。根据调查，高雄这名黄姓男子因持有一级毒品香烟，二月被警方查获，后续被发布毒品通缉。没想到29号晚上7点多骑车行经小港区时，又跟同一名远景巧遇，马上被认出。男子当下直呼好倒霉，但再多抱怨依旧得被解送归案。